小爱哦，小爱啊，小爱，对啦，哎呦，今天就来这嘛，就不问这个，不回答这个了啦。对啊，是啊。最近有什么进度吗？进度哦，有什么进度？就是反正有什么消息你们一定都会知道的啊。大还行吗？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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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。最右边。今天该不会有住他家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这么久的新闻，没有了，我已经搬家了。哦，搬不是搬比较大了吗？对，大一点了，大一点。我有去过，有去过。对，没有住，没住，没有。为什么？怕被拍哦。因为那一间房子只有。不要讲太细。哦、好 ，OK。好。还是因为已经有人，所以你不方便。没有啦，只有一间啦。住的那个地方比较难拍到。小爱。哦，小爱啊，小爱。对啦。哎呦，今天就来这嘛，就不问这个，不回答这个了啦。对啊，是啊。最近有什么进度吗？进度哦，有什么进度？就是。反正有什么消息你们一定都会知道的啊。我们就是不知道来问你。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工作有什么规划吗？工作就是什么不排斥任何事情啊，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对啊。那有安排什么新工作吗？新工作就是期待一下，可以期待一下。哪一方面的？哪一方面的哦？都。有戏剧啊，节目还是什么这样？唱歌。希望都会有。